将外皮切开，搁在人上独家酱料。这是德山一间祖传三十多年的肉丸老店，用在地出产的番薯粉落去做皮，搁再加上当地新鲜的竹笋落去做馅，是乎真侪人一吃，就爱着这个德山在地的好滋味。它的皮比较软啊，不像别的地方，它的皮有的很 Q， 咬不烂的感觉。口味呢很道地，就是我们这边的口味，然后皮都很 Q， 然后那个蒜泥的味道也刚刚好，然后笋丝跟里面的肉呢都搭配得很好，很好吃。那件还不错啊，很好吃啊，真材实料啊。哦，皮哦，皮是番薯粉啊，啊那个照一定的比例啊呢吼，照一定的比率啊呢来搅。嗨，番薯粉吼，是阮的在地才有哦，别类的番薯粉都唔知哦，哦。哎，迄个有那算祖传秘方啦。由两兄弟所分别经营的肉丸老店，伫德山会当讲是相当出名。除了肉丸好食，米糕嘛是充满传统的风味 ，Q 弹弹的口感，是予人一嘴接一嘴，愈食愈刷嘴。看起来可能好像很软呐、啊，可是还是有粒粒分明的感觉啊。有他们的米糕也是，就是很入味。然后米饭呢都很 Q， 也很好吃。然后里面还有蛋黄。我吃很多年了，哎呀，吃十几二十年了吧。对，因为我住附近，所以我们家都吃这边，吃很习惯。我是用米浆，不是用油，哦，所以做起来特别好吃。除了肉丸甲米糕，马街的口味更加是好吃到无话讲，料侪实在，是真侪老顾客上爱传统风味。而且住囡仔都落伫遮食到大汉啊，拢真材实料诶！真侪人客来遮食阮诶肉羹吼，伊讲有古早味啦，古早味。肉丸、米糕、肉羹，充满在地传统诶滋味，人客甲店家嘛纷纷挂健康保证，即个滋味只有当德山才食会着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